欢迎大家来到蝗虫无夜场。那么可能今天听到我的声音呢会有一点沙哑哈，那因为这个天气变冷了，所以喉咙稍微呢有点沙哑了哈。好 ，OK， 没有关系的哈。那我不要讲得太用力，但是大家一样要认真听，好不好啊？来 ，OK， 关于这个大盘呢，已经连收四红之后，在今天呢结果是下跌哈。啊，今天刚好是期指结算日啊，这个样子呢给它收黑，代表什么东西呢？并不意味什么呢？并不意味什么哈。连涨了四天之后，然后在一天给它收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哈。没有人讲说呢，这个样子的反弹就已经结束了，能不能更上一层楼啊？这个还不排除了哈。重点在哪里？到底你期许它怎么样？然后同时你到底是怎么做？来看到这个已经是在一个礼拜一个多礼拜前我所写的这个传真标题上头写着了，急令大盘反弹，反弹是干嘛？弹更高，那个就当作是兆头，如果它可以反弹更高，那个就兆头哈。那么你可以在当时啦低阶好股，同时也要有空对象。所以啊，到目前为止啊，其实我的一个构思，我的轮廓呢，通通没有改变啊。这个行情给它反弹嘛，那你必须呢要弹更高，才算是兆头运动哦，对不对？在当初呢相对低档的时候，你可以低阶，那低阶好股的同时呢，日后你必须有空的对象。那请问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手上到底是做多还做空？那我可以坦白在这个地方跟你分享，在我的手中现在多空单两者皆有，多空单两者皆有啊。这种样子的情形呢，到底是多单赚钱还是空单赚钱？那也同时呢啊，跟你讲实话，多空两边呢目前都在获利状态，两边都在获利状态。但是不是在这个地方自吹自擂啦，我希望呢收看我节目的观众们，大家每天都可以有收获，所以我们来举一个范例呢，说明一下这一档个股，大家都不陌生。在今天呢，它也涨得很高，看到今天差点涨停板。这档个股是茂联啊，电动汽车概念股，在国内头号概念就是这档茂联，股价差点涨停板呢。那么好，这档个股呢，给它涨起来，在之前呢，它是往下掉的，之前相当的是盘跌，而且之前高档呢，我曾经警示过大家，叫你要小心它。来，你看到其实涨个股最高点是 157.5 了哈，那掉到哪里呢？ 12.5 之后还有更低，来到101块，现在股价呢终于又反弹起来，终于又反弹起来。那反弹起来的情况之下啊，不是说弹起来我看到不顺眼啊，又要讲人家坏话了哈。我最起码让你了解到，这涨个股本身呢，它并不是基差股，它是获利成长股。但是为什么要警示呢？来，给它股价拉起来，不懂半对数三分线，你对指数股价就没概念。所以呢，不用从这个地方最高点取样，从这里就好了。线性轨道这个短波是144跌到101，144跌到101，再给它反弹起来的话，那比方说呢，如果说了哈，一个中庸的一个反弹啊，正常状态一个中庸反弹，应该反弹到哪里？第二关嘛。那来，你看一下哈。最近它这么反弹起来到哪里了呢？第二关在什么地方？如果是四舍五入，121121哈，可以把给写上去没有关系。就这个短波144掉到101反弹起来 ，P2 第二小关啊，121块。那么这个所谓的121块，现在呢啊在接近当中，因为今天最高是118嘛。除此之外，你再来看一下，在这个下跌途中有一道空方缺口。这个是空方护城河，请问一下，这个河的对岸在哪里？河的对岸在哪里？你自己也查得到了哈。河的对岸就是在122块，所以这一下子呢，加深了这个关卡压力，加深了这个121这一道关卡压力，因为河的对岸呢就在122块。那么好，除此之外呢，那如果说你要看一下它的一个周 K 线。毕竟你看到日 K， 你会以为它是从这个地方涨起来的。我告诉你了哈，事实上它不是从这里涨起来的。看周 K 你就知道它从哪边涨起来的。来，这档个股在去年低点26块，乃至于22.35，是从二字头给你大涨，涨了几倍，涨到157.5。所以呢，它是获利成长型的个股啊，搭上所谓电动汽车的一个题材，于是乎股价大飙，不是它本身基本面不好。而是股价呢大涨了，股价大涨了，那所以华尔街股市名言：凡大涨之后必大回。
啊，从来没例外过，是什么时候回的问题而已啊、哦。没有人断言呢，现在必须就要大回啦，但是你心里头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警觉。好，刚刚讲到一件事了哈，你知道上头有一些房价在什么地方？除此之外，再看一下周 K， 那你就发现到一件事哦，累积大涨之后呢，那给它向下修正，请问一下哈，对照这个半对数比例图，请问一下，它向下修正回档这个样子幅度有很大吗？当然还没有很大啊，不过已经开始在反弹了。那反弹情景之下，你必须先看到哪里？在这个短波下跌途中啊哈，最大的一个空头板图，最具代表性的放大来看，就是这一根，这一根是最大的空头板图，在这里，最大空头板图在这一块。那么这一块呢，它的中线在哪里？空头板图有中线有基点，我指的就这一块了，这一块哈、啊，这一块空头板图它的中线在什么地方？告诉你，119块，119。所以呢，你现在就发现了，19是压力，搬过来这里121是压力，122这里也是压力，反正通通大概呢120块钱附近，120块钱附近。所以今天股价拉到118，有没有给你拉涨停？并没有涨停板，并没有涨停板，因为在那个地方压力已经接近了，压力已经接近了哈。但是在我跟你解说的一个同时呢，我没有在这个地方鼓吹你去做空它。啊，我没有这个样子讲，我们做一个学理的探究好不好？没有人规定呢，这些压力他没办法克服啊，搞不好过两天之后呢，他把这些压力呢一一克服掉。那如果一一克服往上的情况，是不是代表呢，这一下子他转为多头行情又要回升创高了呢？不见得，不见得，甚至在我心目中并不认同，并不认同。就算他有办法，所谓克服呢，刚刚我们所计算这些压力再给他往上的话，你必须明白到一件事哈。这个周 K 线图里头，之前高点 157.5 打下来到 112.5 拉前 144， 没有过前高，没有过前高，打下 101， 结果又破前低。现在拉起来呢，话说回来，它只要没有过前高，只要没有过前高，最近高点再往下掉，你都一样要小心，你都一样要小心。小心什么东西？来看到股市孙子兵把8519地搬过来，八五里头第一则叫做高龄物象，高龄物象，再来就是背修忤逆，什么意思？当初拉前144接近前高，这里是高龄物象，但是它下来破前低了，再给它拉起来，在不过前高的情况之下，你要小心它转为什么背修忤逆？背修忤逆指的不就所谓空头的一个典型吗？我没有说这档股票中长空哦，别误会哦，它是好股票哦。但是会不会有可能一个阶段性的盘跌向下修正呢？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还不排除，还不排除哈。但是没有鼓吹你做空了哈。说起来的话，这档个股来讲，不见得你就好去做空，对不对？为什么？融资不多，代表它的券源也不多，是不是？我拿它起来，拿它出来当一个范例的一个探究，重点在哪里？不是这一档个股好做啊，是这一档个股呢，在操作上很多人容易犯错。是你很容易犯错，更何况你别忘了一件事，这个所谓今天来你看到这个电动汽车概念股的一个大标跟着是谁呢？跟着美国，美国最大电动汽车厂哪一家？ Tesla， Tesla。 那 Tesla 股价呢，它盘头更明显了，盘头更明显了。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这一个就 Tesla 的一个股价， Tesla 股价在之前呢盘那个所谓的头肩底之初了，头肩顶啊，当时头肩之初我就已经警示你了，叫你特别小心啊，包括连同国内的电动汽车概念股都要小心。那你说，哎，崇哥，这一个头肩顶区区这个头肩顶下来的话，其实用目测来看也晓得它测距都满足了。是啊，单单目测就晓得，单就这个头肩顶测距应该也满足了嘛。194.5掉到哪里？掉到119.6了呢。哎，看起来这个样的一个跌幅了，比我们台湾的电动汽车概念股跌得都还要凶啊。是啊，啊，所以我们跟着人家涨的应该就要小心啊。其实你看到的这一个呢， Tesla 这个股价啊，照理讲在这上头是少了一天了哈，它已经有反弹起来了，但是说没关系，请问它这个样子跌幅真的满足了吗？跌幅真的满足了吗？你看到这一张日 K 线，别误以为它是从 104.5 涨到 194.5 的，别误会，它的情况呢跟那个茂联一样，甚至呢还有过之。来，你看到 Tesla 股价
在去年股价多少钱？二字头，一样二字头，25.52给你大涨到194.5，25.52大涨到194.5，这个是周 K 线，你可以看得呢，大轮廓更加清楚。那么一个东西来了，你单单看目测194.5跌到119.6，你以为非常多，但是请问一下，就这个半对数比例图上头呢，它回档下来已经到第一关了吗？不懂半对数三分线，你对指数股价就没概念。所以呢，我曾经问过你一个问题，请问一下 Tesla P1 在哪里？ Tesla P1 在哪里？来，在这个地方不用卖关子，当场我们来计算看看。来，最高来到194.5，马上就 OK 了哈，一个数目字出来了，89.5 P1 895，对不对？那么等于呢，最近它来到这个低点119.5，还差一些些，119.6还差一些些，还没到。啊，半跌数告诉你关卡，没告诉你答案呢、答案是我们家也判别的，没有规定它就一定要到哪里，但是你心中一定有一把尺。那你别讲说，崇哥，要是人家股价194.5跌到这个地方就形同是腰斩了啊，这个样子的情况之下呢，那么这个最火红的电动汽车概念股给它呢下来之后股价腰斩，这种情况会不会太过分了呢？你别忘记一件事， Tesla 今年业绩不错啊，相当不错啊，对不对？好像在爆发性成长，请问一下 Tesla 到现在赚了多少钱？刚刚要转亏为盈而已。你别搞错好不好？涨多之后不能做修正吗？是不是？所以呢，不是闭门造车呀。同时看看别人究竟是怎么样。那所以说起来，再回过头来啊，在今天台股里头，电动汽车概念股涨停板的是哪一档？车王电，给大家涨停了、是不是？那同样的一个原理，看一下车王电股价，车王电的股价呢？哎呦！一个东西跟我刚才解说茂联呢，一个东西逻辑是相似的，那么它现在一样在高档盘旋哦，那么你也别以为它的低点在206哦，这个是日 K 线哦，周 K 线来看的话，其实它的一个原始起涨点来得更低哈，累积涨幅都很高了。那么一个重点在什么地方？你看到车王电42.45最高点打下35.45，拉起来41.65啊，高龄物象有没有过前高？没过前高，打下来之后你看这里一样没过前高，再来的话破前低，再拉起来现在涨停板，只要它没有过前高再掉头，你就要小心它什么转为所谓的背丘忤逆，晓不晓得？我告诉你呢，就这个短波阶段来讲，这个地方才接近第一小关而已，更何况如果来一个的全波性总修正，那一下子可能会如何呢？再来，不止这个所谓呢电动汽车概念股啦，现在说起来在题材呢正热的在哪里？四G概念的里头，今天有一档表现相当不错的啊，来看到波多威，早盘呢这个股价拉起来差一点涨停板，对不对？在高涨的时候我一样有警示你，请问一下它是坏股票吗？不是，它一样是成长型的绩优股。成长型绩优股问题在哪里？累积涨幅太高了嘛，哈！你看三字头，跟你涨到86.7，然后股价在这里一样在高档盘旋啊，一个东西来了，同样的一个原理再解释给你听哈。86.7打下到75.1，拉起来85.7，高龄物象，是不是？再回头之后呢，破前低到71.5，现在又给你拉起来，只要不过前高再掉头，要小心转为什么？背求忤逆，我讲是股市孙子兵法哈，但是在这个地方一样没有鼓吹你去做空它。像我所讲的这种个股呢，是很多人操作容易犯错的，没有代表这种个股它就很好操作哦，没代表它好操作哦，是你操作很容易犯错。话说回来了，要是人家有办法拉起来过前高呢，要是有办法拉起来过前高的话，说真的，那一下子换空方就必须要认输了。毕竟话说来，人家是什么绩优型的成长型的股票啊，不是坏股票啊，是不是？只是我讲了一句坦白话了，这种个股呢，我现在不想做多，我叫你听听看啊，不想做多啊，不是说我四G概念股都不能买啊，像我讲的嘛，有人生怕他是在盘头，怀疑他是在盘头，
相对呢，有人在盘底，一样是四 G 概念股里头，有没有人在盘底的？来，你看到嘛哈？波若威是高高在上啊，这一档呢，看月 K 线就晓得了。月 K 线里头，它是在盘头啊，盘底，有可能的话是在盘底嘛？你看到一二三四五五大波下跌哦，再给它起来之后，过了上升趋势、下降趋势线，然后呢，打了两只脚，再给股价拉起来，而且还过前高，是不是？你说它盘底啊，盘头？这个东西有可能的话就是盘底啊，盘底有神之后能不能继续涨呢？一个问题来了，五大波下跌的背景，第一大关在17块，节目当中计算呢、啊，第一大关在17块啊，所以你看到股价涨起到哪边了、啊？ 16.85 呢就打住脚步了吗？是不是啊？但是有没有机会往上创高呢？来，你看到它盘了什么底？盘了什么底？这个是周 K 线，我给会员部读解说，这个要是成底的话，它就是菱形底；要是成底的话，它就菱形底。所以嘛，我告诉大家了，我不是多头自视了，但不代表我不做多啊。有，仅持一档多单就是它，仅持一档多单就是它。啊，你说好 ，OK， 啊，崇哥，啊，这样股价起来，你自己都计算好了嘛？十七块啊，十七块呢，它16块多，十七块过不了，你们也没有辙啊。对不对？过不了时期也没辙啊，这个都是之前的，都是之前的，对不对？你看到现在股价日 K 线，日 K 线给它拉起来之后，现在在17下面吗？不是，今天大盘下跌，它继续涨，冲到 17.6 了，有没有？冲到 17.6 了啊？这个样子满足了吗？不满足，不满足，因为要是它是菱形底的情况之下，而且给它过关冲破17块第一大关，请问第二大关在哪里？第三大关在哪里？有没有机会来？都有机会来，都有机会来，是不是？好 ，OK。那么像我所讲一件事嘛，我做多多东西呢，它是盘底起来之后，盘底有成呢、啊，还有办法再更上一层楼啊。相对我还看到呢，更多是在盘头的。更多是在盘头的，比方说了哈，刚刚像那个菱形底成功案例在哪边？我在节目当中呢提示过了，这一档个股呢，在之前来讲周 K 线里头很漂亮的菱形底，漂亮菱形底之后，后来股价大涨，股价大涨涨到哪里呀、啊？涨到132块，二字头涨到132呢，是啊，累积涨不太高了 啊，反正这个菱形底都已经是过去式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周 K 线呢，是不是在盘头呢？这样看不清楚的情况之下没有关系。我说把它给放大，放大就变成是日 K 啊，日 K 的话在这一张嘛，日 K 线在这里，对不对？同一档个股来讲的话，那我希望它股价干脆再弹一次，再弹一次。如果再弹一次的话，小心反过来变什么？菱形顶，菱形顶。要是它是菱形顶的话，那叫做什么？来看到世纪多空大图线搬过来后面。菱形一颗要命的钻石，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菱形顶。菱形顶的话，就是一颗要命的钻石嘛。啊，结果呢，这个股价有没有拉起来？来，我们再看到最新的日 K 线，最新日 K 线在这里呀、啊，没有真的弹高了，没真的弹高嘛，高点就在112、111.5嘛，我还巴望着它弹更高，才要反向应对呢。啊，为什么弹到这个地方而已呢？为什么？我的会员们没忘记吧？之前我们复读解说的。周 K 线，周 K 线同一档个股哦，来放大来看到右上角这个地方，对不对？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周 K 版图这一块，它的一个中线在那112，是不是112、111.5嘛？周 K 看就知道吗？啊，这个空头版图中线在112嘛，我希望它可以过了，过了之后呢，不用到122是基点了、啊，不用到122，接近它的情况之下，就好反向应对了。我告诉你，这档个股啦。不回则已，一回的话，一颗要命的钻石。先进广告，马上回来。抛文有根据，慎言且自律，对谈要礼遇，沟通才效率。原创要尊重，三思才当漏，平宽是共用，畅通才会送。online 任我行，笔谈不攻击，自律同理心，守法好公民。Cool. Everybody 李一通，你好我好大家好。Oh yeah!
投顾真心照顾，02-2781-0909，2781-0909。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02-2781-0909，2781-0909。预防狂犬病，请不要接触、猎捕或饲养野生动物。如果被动物咬伤或抓伤，请务必记住动物的特征，并立刻用清水冲洗消毒伤口，赶快就医。爱它就要带它去打疫苗，更不要抛弃它哦。预防狂犬病，多点警觉，多点安心。相关疑问请拨1922防疫专线。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像这种个股的话，那么坦白告诉你，我们都还没下手，等着它再拉高。那相对来讲，有没有已经下手的呢？没有错，有啊，也有已经下手。在哪里？来，你看到这个是30分钟 K 线，请问这个是盘头吗？这个要是盘头的话，那不就盘一个三重顶破颈线就怎么样？偏偏呢，它不破颈线，不破颈再给它拉起来啊，拉起来的话，这一下子呢，在高档盘旋变得更复杂了。那我从口呢去断言，它一定是盘头了。没有关系，重点在哪里？为什么高空它？重点在这个地方嘛。看到那一档个股的日 K 线，原来12345这个地方是不是在盘头？我不敢断言啊，我不敢断言。但是高空它呢，心里头很清楚，一旦给你真的掉下来的情况下，全波性总修正该掉到哪里？我们心中都有一把尺。相对你高空它啊，万一给它过前高了，过前高你停损，认赔空间很有限，晓不晓得？晓不晓得作战原理在这个地方啊？是不是？还有呢，已经下手的地方在哪里？有人在之前盘头之后呢，啊，结果破颈线下去啊，这个 M 头不是都已经满足了吗？是这个 M 头已经满足了，股价然后再给它弹起来了，弹起来之后呢，你还有机会，你才有第二次机会。机会在什么地方？你看到这个是我给会员复读解说啊，哪一档个股其实 M 头怎么来的？12345678910。对不对？失败第9波构筑 M 头之后，给它下来，下来，结果撑在哪里？全波性总修正第二关，第二关在42块，撑住42.3，股价给它弹高，给它再弹起来，弹起来，弹到哪里？看到给我会员的复读解说，在这个地方日 K 线给它弹高情况之下，然后你把它空下去，改天呢再下来，我相信它会掉到哪里？掉到第三关，会来探第三关，甚至第三关以下都可能呐、啊。甚至第三关以下都可能啊。那请问这样一档个股，它弹高起来之后弹到多高？这个不是今天的，我说已经下手了，没有错。之后怎么样？现在已经开始往下掉了，开始要往下掉了，也没看到，也没看到，所以我讲的没有错嘛。来嘛，一个东西啦，作战原理胜于消息，多空现况正越勤有利，是不是？哎，多空现况只是谁？是我们的多空现况。不管多的，不管空的，双方今天来讲都是获利状态，双方都要获利状态。因为崇哥，问题是你举例了那么多个股了，我们不晓得你讲哪一档啊？说真的，我举例这些个股了，在之前啊，根本都没有贴住名字，赶你当场在这个地方来公开做探究的，只是当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了，比较敏感，所以呢，假拍谁啊？把名字盖起来。认真的观众们都知道我在讲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知道的是机会，不知道的是风险。是不是还有什么机会？接下来一样都会告诉我的会员。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是陈彦博，每次极地冒险，安全是我的坚持。我喜欢冒险，但绝不冒险酒后驾车。只要喝酒，就应该选择安全回家的方式。我不喝酒，我当指定驾驶，负责开车送朋友。啊，出来了。或找亲友接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也可搭乘计程车。只要喝酒就不开车，交通部关心您。真心照顾，02-2781-0909，2781-0909。生命是友好，这大礼拜这个时间哦，看你是想去彩虹啊，还是要回国，这咱无要紧的时间啦、啊。